大家好呀，我们每天都是以丰盛的早餐开始跟大家问候啊。我吃鸡蛋，我喜欢煮的那种，就是不要太时间长的，就是喜欢弹性多一点的。我们家我爸呢，他喜欢一般的，一般二般三班倒。面包了，昨天烤的面包，看今天，哎，还是很松软，筋道好的不得了。买的和那种就是不一样，但是好的面包店的面包它也很好的，花费的时间不一样，面粉，还有面粉的筋道不一样。Yeah，Dankeschön。今天早上大暴雨，下的大的不得了，天气预报说5%的降雨水量，结果呢？那是5%嘛，那95%吧，看这个天气不好，但是不怎么热了，就是风很大。你看这个，这是核桃树啊，被刮的。然后我们家呢，有的时候窗户开起来，跟个鬼哭狼嚎似的，呜呜叫啊。这个风一刮，你看我家这个玫瑰掉了好多，我赶紧给它剪吧剪吧，给它这个就是开过的，给它剪掉它。不要把营养输到那里去，让其他的花骨朵多开一点，赶紧给它剪掉，一定要戴手套，不戴手套的话，手啊会被这个玫瑰花的刺儿啊给扎了。看每次一剪都能剪这么多，哼哼，赶紧给它剪掉，剪掉了不要影响它再起花苞再开花，一茬又一茬。再看看我的小菜园，两颗黄瓜，八颗西红柿。西红柿就是你不要让它肆意的长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长出来的时候你要给它掐掉。举个例子，我这都被掐的差不多了，是我婆婆告诉我的，不然的话影响它结果子。就像这样子，这个地方你看它有这样子的，就给它揪掉，就不要给它掐死，让它饿死在摇篮里头。就这样，这个边就是嘎吱窝那个地方长出来就给它掐掉，这样子就去掉，不然会影响它结果。这个地方你看其实它也有一个了，也给它去掉，不能让它有，不然它会长得很大很大，就跟巨型的那种西红柿一样。去年我就长了一颗，结果妈吓死我了，结的果子还不多，叶子长得倒挺茂盛的。我们出去买菜，到亚超里头去买菜，因为我们打算这个星期让他闺女过来吃火锅。来买一趟东西不容易呀、啊！你看这修路绕死我了，我们家停车停在加油站去了，我一个人走过来。妈呀，总算到了，不知道人家营没营业呢。达亚洲超市来了，我今天要买一点多一点东西，但是也不能太多，不然提不动。哦，营业的。这个箱子它是给你免费可以搬走的。我的最爱就是百叶，厚百叶，2.99元。香菜，还有这个菜苔都有，金针菇啊，还有这些白玉菇啊都有的。白玉菇是多少钱？1.5元啊，才很便宜。香菇现在7.9元，那么便宜。哇塞，都很便宜。现在豆腐，还有豆腐泡，这些我要买点老豆腐。买这个豆腐，这个豆腐很好的，现在也打折1.75元。然后这边山药我是不吃的。然后这边还有笋、藕啊之类的东西，价格现在很便宜，以前很贵，现在真便宜。可能是因为修路生意不好，想买了一个漏勺。你大家觉得这个好还是这种的好？这种吃火锅嘛，肯定要有漏勺嘛，家里头没有，我想买一把。但是这个看起来挺好的，很简单，但是一般这种没有用这种的吃的呀。还有苋菜呢，我买了一把，看看我挑了好多，
火锅底料，然后你看这个苋菜是1.8块，你看这些都是我挑的，我又挑了个红油豆瓣酱，然后还有虾酱，豆腐买了3盒，然后这个是豆制品比较多，菇类的比较多，金针菇买了5包，吃了同是一个黏的玉米，哇好吃的不得了，所以我这次也买就黏玉米回去，买好了提不动了，下去下去，不知道有没有下雨啊，今天挺好的，人不多，想怎么逛就怎么逛。我回到家了，看大家，给大家看我买了啥，红油豆瓣酱1份，喜欢吃辣的肯定要买辣椒，苋菜，鸡精，还有这个这种肉臊，这种是怎么的，像有的时候你炸丸子呀，其他就这样给它捞起来就好了，方便一点，然后这个肉臊就吃火锅用，然后我买了个虾酱，鸡精，百叶，厚百叶，薄百叶，2.99块，黏爆米，嫩豆腐，火锅底料5包，然后这个是豆芽，然后白玉菇，金针菇，嘿嘿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给大家看看，74.26块。嗯哼，开始做晚饭了。今天第一次尝试，想烧一个牛肉烧番茄。嗯哼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不知道，随便做吧。现在马上6点，2小时炖应该差不多。今天苋菜怎么样？这个苋菜是根部还是不能吃嘛？要给它掐掉它，给它洗干净。第二道菜，青菜烧豆腐，哈、1200，这是小葱拌豆腐。但是这也是1200嘛，虽然切的比较少，菜都炒好了。最后一个菜是苋菜，现在我还是烧水，烧水干嘛呢？把这个买的这个黏玉米给它煮上。这个玉米是生的，看这个玉米是这样子的。gekocht， 这个黏的不得了，跟东北的个黏爆米一样的，还挺贵的呢，好像5块多呢，好像。现在放到锅里头去煮去吧，这个已经煮过了，只要给它热一热就好了。以前没有吃过黏爆米，然后到东北去了之后，哇塞，就爱上了，真的太好吃了。看看我们的晚餐好了，这个是牛肉炖番茄，然后苋菜，青菜炖豆腐，还行吧？好吃吗？我老公吃的是苋菜，这个苋菜今天有点老了，要自己家长就好。以前我长过，但是。长得不禁吃啊，现在他尝试这个牛肉炖的，炖的时间1.5个小时有点少，但是太饿了受不了了，所以我们俩提前吃，吃饭的我尝尝我的这个肉，这个肉牛肉，我是先用葱和洋葱把锅炸香了，但是牛肉我先焯了水的，然后，你炒了水，可焯水。嗯，你焯水，不是你焯水。嗯哼。妈呀，这家伙。嗯。欧洲人就喜欢焯水。谢谢。我先焯水，焯了水，然后把这个锅起油，然后放洋葱和葱。炒个香，然后把牛肉放进去炒，炒了之后呢，我放了一点点豆瓣酱，然后使劲炒炒炒，放水炖，炖的快要熟的时候，就把番茄切了之后放里头炒，炒了之后再放点水再炖，放盐、鸡精，还有放了柠檬叶，不是叫大，不是柠檬叶，叫什么叶了？那是加比了。哎，猫，这个现在就是有点老了。嚼得嘎吱嘎吱的，但口味好吃。豆腐，豆腐下次还是用咖喱炖吧，光吃这样不行。太淡了，因为我们是吃重口味的。
这个肉肉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嗯，那么 soft。现在软和了。嗯。太嫩了也不好吃。嗯。嗯。我用这个牛肉是超市里头买的那种 super flesh， 就一般烧汤用的，很便宜。嗯，我们家欧巴吃的喜欢吃，好吃啊。嗯，只可惜米饭少了，因为是昨天煮的米饭，但是不高兴烧了，烧了等会儿明儿又吃不了，所以我就不煮那么多，吃光最好。看这个苋菜，嗯，我喜欢吃通红通红的，你看这个就是红的，但是它有一点点红。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们家里头长这个苋菜啊。然后就喜欢泡饭，用这个汤，然后米饭全都是粉红色的。哎呀，你小女孩嘛，特别喜欢红色的，那粉红色的颜色。看我们家，你多加一点呗。You can get all. Yeah, too many steel. Yeah, you just do like, yeah, you can do like this. 看看，you can get out. 来，外国人，哎呦。还是不行啊，米饭不够，面包来凑，真的，看看，这个吃货真会吃，嗯，不过这个这样烧很好吃的。哎呀，我也吃面包了，因为没有米饭呢，饿呀，这两个柠檬叶丢掉它，我等会还要啃黏玉米了啊，黏玉米出锅了，太热了，我要给它放到外头凉一凉，太烫了。人家外面一只猫在这喝牛奶呢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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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。刚才一直就坐在那里，他就等着你，你不给他，他就不走。要我爸跟发现新大陆似的，他说啊，原来这个就是西红柿汁里头啊，可以放这个月桂叶。我之前一直认为不喜欢把它说成柠檬叶，他现在发现新大陆，他说啊，我现在知道了。其实放这个我也是上次做咕啦牛肉汤的时候，他上面说要放，所以我这次我做牛肉我又放了一点。牛肉吃光光，这个吃光光，就剩下青菜了，太多了，我要开始啃我的玉米去了，开始啃这个黏玉米了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嗯，就是这个，好吃。我老公不喜欢吃。真的不喜欢，不喜欢吃，种着牙吃倒不吃，嗯，糯糯的，嗯，太好吃了。明天上班的工作餐已经做好了，等会儿我们看不见眼就睡觉，不然明天早起不来，不影响上班发挥嘛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订阅吧，或者点个赞呢，给我发个评论啥的，对吧。好了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